大家好，我是新拉永明的人寿及康健业务总经理 Christine Yang。 今年 LUA 举办的保协大湾区日2022很快会在会展举行，让有意发展大湾区的理财顾问得到更多行业相关的资讯。大湾区内9个城市加2个特别行政区总人口超过8500万，而各城市的人均收入亦持续上升，大湾区内各城市的出生率都比香港高，所以发展大湾区业务绝对有助各位理财顾问长远发展你的事业。新 Life 永明锐意发展大湾区业务，透过多元优质保障及退休策划服务，致力帮助各个大湾区的居民建立终身理财保障及建构健康生活。新 Life 永明全力支持保协大湾区日2022，11月15日，我们约定你会展见啦。